所以我第一次去印度被吓到的是，那个时候在恒河上，然后清晨四五点大雾，我们就上了船，所以什么都看不见，就是听到河水的声音，恒河。那恒河对我就是佛经的河流，然后觉得我就那个时候我印象里好清楚，就是《地藏王菩萨本愿经》在讲流浪生死，觉得好美。那等到雾慢慢散的时候，我才看到说河里面全部是尸体，而且是那种烧了一半以后手啊头啊什么冒。那我们那个船上有美国观光客就马上呕吐啊，一塌糊涂。其实我也差不多了，可是那个很奇怪，就是我忽然意识到说，原来我过去读佛经是从美学切入的。